Ulti's level 4 to Lyra's level 3, what it does do is force the smite. They didn't want to get it to be stolen, so there's no smite on it. 说实话我不太想猜英雄，想猜这个河蟹怎么办？我可以再猜河蟹吗？这种问题，那我猜C好了。大家看这个都看起来很正常，只有C回答起来比较有趣一点。C回蟹是不是？最会死的就最不会死，所以我选C。 按照那个常理，C 吧，河蟹吧，选一个比较冷门的答案。I think everyone will lose because this was probably the last wars and when the Scarlet Crown was very important and I think Udyr can just take the Scarlet and run away. So I think everyone just leaves. 淘汰果子呗。D 吧，大家都活着。D 吧，大家都活着。D 吧 ，D 吧，这也打不起来。我觉得大家都能跑。活到最后的感觉是乌迪尔吧，这英雄比较容易活一点。乌迪尔 A， 乌迪尔吧。应该是 A 乌迪尔活着。A 乌迪尔吧。乌迪尔吧。我猜的话乌迪尔吧，因为乌迪尔前期有点厉害，加上暴里这个位置太容易被杀了，所以我觉得左边中野打赢了之后，乌迪尔能活在最后。乌迪尔吧。我觉得乌迪尔这波打架比较猛，他不太可能死。乌迪尔这英雄，你不想死还是可以不死的，除非他想送。乌迪尔吧，活到最后我选乌迪尔。大家都活着，首先排除吧，因为河蟹应该会死。感觉是乌迪尔吧？哎，说实话，这一幕我好像想起来了，豹女过来闪现抢河蟹。然后最后乌迪尔把他拍死。哎，这个画面我看过了，肯定是乌迪尔吧。Meeting Glaber can walk up and go for the smite himself, but being zoned out, he's gonna try get stunned, take a bunch of damage, flashes to smite a scuttle crab. But Glaber, be careful! Where is your team? He's at 200 HP. That is the worst scuttle. Flashes to smite a scuttle crab. But Glaber, be careful! Take a bunch of damage. 暴力死了，可惜。这样的，果然是乌迪尔回来、直接就错了，笑死了。干嘛 ？Wait, wait, what's going? 我感觉 B 三个吧，因为泰坦和刘尼是 B 四这种团，然后扎克也应该进去，然后扎克被动，然后直接死了，因为。所以就扎克跟瑞尼跟泰坦死了，就三个。三个吧。是三个。要马上打起来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好像两边英雄都有一些唯一比较好的，然后不容易死的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B 吧。最少十五个吧，假如要打的话。C 吧，因为 G2 我感觉死的会比较快。Wait a minute. Who are you?五个吧，因为要决斗了。C 五个，应该有五个吧，我觉得。但是具体我说不上是有谁，但是应该肯定有两个辅助吧，我觉得。哦，这打起来感觉至少是两个吧，我感觉 A 吧，两个吧。A 这我看过 ，D 吧，都没死。D 吧，这画面看起来大家应该会跑了。感觉 D 吧，都没死。我觉得应该都没死吧，应该是 D 都没死，所以他们应该是在中路五个人互动一下，应该不会打起来，应该不会死，没阵亡，因为我看他们好像都在跳舞，他们这个站位 AD 都走到最前面去都没人打他，正常应该不会这样站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互动，所以最后也不会死人，反正五个人站位 pose 都摆好的，感觉没有打架的理由，我这些菜都没死，因为感觉不太会打起来这种。零个 They're dancing, it's a five-man harem dance, look at them go! Yeah, that's what I like to see, yeah. Look at the zap. Last game. 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时候的比赛？这真的是比赛吗？为什么会这样子玩？这样吗？我们一直不打了，搞毛呢？这个在搞毛。
这么友好的吗？他们这是什么玩意？这啊，哦，